通常我们在报的时候，机场上会事先公开，我们把我们的可能需要的时间点，那通常是利用在平常课后的第八节课，或者是之后还有一个时间点。那可是，在安排的时候，基本上会来报的孩子，我们是会有限定，因为毕竟每个老师能够授课的能量没有办法那么多，因为他还有普通班本来要配的课程，所以基本上授的时候就是孩子还会在考量他自己的状况。那我们当然会鼓励说他愿意来，然后愿意来协调，愿意来报名。可是最后遇到的状况是，虽然上的人不多，或者开的班级不多，可是老师们其实不是被强迫的，他其实是愿意开这样的课程。所以其实到最后上过来的结果是，老师们是有看到学生的变化，那学生也发现自己有些变化，所以基本上来讲，这两就是对老师对学生来端并没有太大的问题。那只是说遇到如果突然某一届的状况上，假设变得跟往常不一样，那可能学校方面就真的就去思考我们要怎么去应变，怎么安排。那这时候会牵涉到很多的老师，那老师的数量牵涉的数量一多，我们可能在配课上面或者在协调上面就会出现一些问题，那就该就要再花时间再去说服老师，那如何让老师愿意牺牲一段时间为孩子们谋取更大的福利。中正高中的补救教学，我们比较多次尝试不一样的样态。一般的学校大概是利用第八节、第九节，甚至是第十节，就是课后时间。那第二种类型的呢，是利用我们国教署的学习辅导辅助方案，两班三组，两班三组的方式，用分学生程度来实施。那这在中正高中我们都试过。那我们比其他学校不一样的是多试的一种，我们把必修的学分课程，包括数学，高二社会组的数学跟高一，这个班级后来，这个年级后来升上高二，升上高三也是这样做，就是全年级的英文必修四学分的课程，我们用能力分组，是全年级的全年级来做跑动。那刚刚我们教务主任黄一峰黄主任有稍微介绍过了。那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学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学生家长，他会体谅学校的用心，他知道我们会因应不同的需要，然后做一些调整。那他不是一成不变的，很像我们在政策的利益一样，是希望能够为孩子多做一点什么。那这个什么需要行政人员他有一些巧思，所以很有可能我们在英文，我们是四学分的必修学分做能力分级跑班教学，可是我同一个时间点同样的这个年级，我的数学仍然搭配是用第八节、第九节，甚至第十节的课后补救教学的方式，它都是一种广义的补救教学。那对于学生，他是有感受的。为什么他有感受？因为他知道学校不轻易放弃。那当初学校在做这样安排，跟老师之间的沟通，或者是亲师座谈会跟家长的沟通是，希望他们不要从学习当中逃离因为时间是非常的宝贵，是浪费自己的生命就在教室当中也折损我们教师的教学热情。所以印象让我比较深刻的是，在转换班别的时候他们的欢笑声特别的大。为什么？因为他会多结交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朋友在高中的学习很容易习以为常，我的这个班底不管是必修课选修课通通都是同一组人，可是真正的来落实跑班选课选修他会出现新的朋友，
那就在每一个转换班别的下课十分钟，那个欢笑声会特别的大，他会跟邻近的同学做另一种邻近班级的同学做另一种更深刻的互动。我有一次在巡堂的时候在我们必修的这个英文课程他们四个班分别有四位老师正在教授不同的内容相同的进度，但是很巧刚刚通通是活动那四个班呢活泼的程度是惊天气地简直要把教室的天花板掀开了那这个是可能超过原先想象的部分，老师愿意设计活动内容在我们一般说的补强课程之外之余他把很多的心力投注在改变教学方法，引起学生的动机，甚至是刺激学生当他上完英文课这个分级分能力的这个跑班教学课程之后回到自己班上原来的母班级他可以跟同侪分享刚刚的这一个小时当中哇他有哪些特殊的体验这是让从一个巡堂者在教室风景非常惊艳的一件事情。